二位今天吃点什么？照旧。好的。哎，宽勇，那魅珠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是不是坏了？以前的慧眼戴上魅珠了之后，它马上就会亮，对吧？为什么现在观小姐戴上就不亮了呢？很简单啊，因为魅珠只有在赠予者与被赠予者互相心意相通的时候才会发光。什么意思？ 简单来说，就是关小姐前几次对贺兰大人都是一见钟情，而这一次，关小姐还没有喜欢上贺兰大人。对对对，我想问的就是她为什么这一次没有喜欢上贺兰大人？时代可能变了，审美可能也变了。这是什么答案吗？真是的。二位三明治，谢谢。我能问个问题吗？不能。我又没问你，三天两头的往我们店里跑，到底想干嘛？因为我们长得实在是太帅了。 我们去别的店里，女服务员都会过来骚扰我们，不像这里，哇，环境又好，东西又好吃，最重要的是，这里一个女人都没有。搞错了吧？这不是做了一个吗？说谁呢你？说你啊！你再说一次，就不。其实他的意思是，虽然你们是一家咖啡店，但是三明治很好吃，而且蔬菜也很新鲜。谢谢啊。 幼稚，说谁？说你，宽，你笑什么呢？我笑了吗？你没笑吗？你看我吃亏了，你在笑话我呀？几百年了，没看到过有人和你斗嘴，你斗不过他的。谁斗不过他了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休闲，我斗不过他，我怎么可能斗不过他？我都。 喂，贺兰大人。好，你先别着急。嗯，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走吧，说是有要紧的事情。什么要紧的事儿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回去看看再说吧。给钱。不用找了啊。